有了一对女儿和稀少的几个儿子，女儿们各式各样，打扮卖萌也有感情，只不过最大共同点可能是双子。开始充其量只是睡到一副缺钙的样子，买了营养品回家还收了被子，推开门发现女儿们已经换了一种方式，扑通扑通倒在地上找死。每天回家都会看到我女儿在找死门口，这个吧有可能遇的刺，女儿倒在地上还有番茄酱留下一块刺，可就是这标准的女士。沙发上的女儿看起来比较像中毒自私，她扬起的笑脸变得又红又紫。我天啊女儿，你今天穿的可是裙子，急忙给她盖上被子摆正姿势。还有一个可能对我养了宠物过敏致死，她常常微微的只想凶手为止，我配合她捧去浴缸问怎么会是怀孕，一起进浴还竖起了中指。每天回家都会看到我女儿在装死，还会有绷不住笑的牙齿，每次我也做不到跨过她的选择，我是明明就说是准了我，她脸上写着不抱我起来就没法医治，只好抱她起来再修她幼稚。女儿看起来不开心，觉得自己做了蠢事，手忙脚乱哄她说都是我不好。女儿每天装死也许是因为我不善言辞，交流又是一副凶巴巴的样子，摔到时就该一把扛在肩上就不会有事，而如今也变成了装死模式。每天回家都会看到我女儿在装死，成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方式，我提前回家是他们手忙脚乱装死表演轻松给的碰瓷啊。每天回家都会看到我女儿在装死，这样的话也必须按时回家，让这些道理